前有一古刹，人迹罕至，残败不堪。近年传言四起，皆称古刹内藏有珍宝，最无价者乃一灵药，有起死回生、长生不老之效。宝物为妖魔所护，入古刹者多，出古刹者少，虽凶险万分，寻宝者、侠士、猎妖人仍接踵而来。你自小被师父收养，随师父游历四方，斩妖除魔，除强扶弱。数月前，师父听说了古刹传闻，便离开你，独自前往古刹。神秘力量将师父和妖狐一同吸入，已酒后数月，师父迟迟未归，已决定亲自前往古刹寻找师父的下落。前面的姑娘，怎么进去了？哇！宁采臣，这人，师父精华，卸妆兰若。是夜，您已新居，久不能寐。闻寺中琴音起，行至湖畔，见一女抚琴亭中，仿佛艳绝。朕眩晕后，我是谁？不对，与此同，快把我起来，有人来了。哎，小姐，
密无果，却在角落。想起来了，我想试试其他。命郎，我不，你们这群妖，小仙不是坏人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